大家好，我是小笑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晚上我母亲做的这个饭是我们晋城的特色美食，咱们看一下，它的名字叫疙瘩一酒。什么叫疙瘩一酒呢？这是我们这里的土话，就是把那个玉米加工了以后，放到锅里面煮熟了以后，再放了也放上一点红薯，就可以吃了。妈，这个一酒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山西的玉米煮一酒。疙瘩一酒。对，疙瘩一酒，疙瘩一酒。晋城的特色，山西，我们是山西晋城的，这就是晋城特色，疙瘩一酒。哎妈，这拍的刀模啊！看，这是菜。看着没有？玉酒，疙瘩玉米。里面放的红薯，这是我们山西晋城的特色。一个地方没有，如果你要们喜欢吃的话，可以来。希望今天早点过去。好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人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关注，谢谢大家到我这里。